甚至我本人跟王建国也有过非常失败的尝试。而白兔子的数量是黑兔子数量的165倍。请问啊，白兔子咋就这么多呢？我哪知道？哎，说实话，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看漫才。别骂人好吧，聊天聊天。什么时候？就漫才是这样的，它一般分成两个角色，一个是吐槽的，一个是装傻的。装傻的。对，然后在装傻的时候，比如说他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时候，我要打断他一下，就这个就是打断。他其实是要吐槽我，就是说出你们的心声吧。一个好的吐槽就是比你们快个0.5秒，对，然后把那个小手小胖手拍到他的身上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其实就是定式，就是漫才表演，也许就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动作，比较经典了。对对对对对。但是他们呢，今天用这个动作演了一个吊孩子，我是很佩服的，很佩服的。对，那个反复吊。可能大家就很了解漫才以后，啊、对对对，可能才要演这个。但是你们两个像我们。好像大家也没有太看过漫才，也能接受这种包袱。对对对，太优秀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是的，他是很有画面的，真的很有画面。好，谢谢。因为我们的舞台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有过多次漫才组合的尝试，啊，甚至我本人跟王建国也有过非常失败的尝试。请听题，来啊！一所小学校园里啊，饲养了母鸡20只，20只。黑兔子的数量是母鸡的1/2，而白兔子的数量是黑兔子数量的165倍。165。请问啊，白兔子咋就这么多呢？我哪知道？哎，说实话，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看漫才。别骂人好吧，聊天聊天。什么时候啊？真的真的。夸你两句就不要骂我了。对，因为这是你很细很细，所以那种就是对咬得很死才有那种画面感，所以我就是挺厉害的。对对对，就是配合要默契一些。对对对，非常厉害。我们这个舞台上，对，就是当刚刚说到的，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多次失败的漫才尝试，让我们以为可能大家就是不爱看这玩意儿。原来是因为才华不够，就是演的不行，就是演的不行。人家演的好的是可以让观众接受，而且。根本不在乎他是什么什么漫才不漫才脱口秀不脱口秀什么技术不技术，就是好笑。对，